中有点爱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永恒，你，谢谢。来，咱们得往前坐一坐啊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大家好。你看，很高兴见到这么多朋友。哎，对，今天啊，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韩国音乐节目汉城音乐厅和我们这里的一个 social 开业纪念联合组织的一个活动。是，没想到现在变成你个人的歌友会了。听完歌友会，还是要去这个 social 里面逛一逛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那个，哎，再说句韩语好不好？和蔡琳都合作那么多期。你好 ，CEO。好，那有朋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想也是百忙当中啊。对，特别飞过来的，昨天才到。为这个特别飞过来，我、哦、昨天才到。那我想台下很多歌迷好像是从下午几点钟就到这里了。好感动哦！你知道吗？前面的节目都没办法进行。真的吗？全都是呼唤你的名字。永恒，我觉得今天能够来到这个位置，还要感谢我们的 social， 对不对？是。下面有请我们的 social 的社长上来。来来来，来我们的 social 的这个开业典礼当中呢，也是有一个庆祝活动，感谢我们的社长。咦，有两坨面粉啊！哎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哎，待一会儿，待一会儿做饼的吧。对，待会儿让你练烙两张烙饼啊！我们的社长在哪里？有请我们的社长来出场啊！我们的 social 社长，哇，从上面下来啊！感谢感谢，我觉得今天有朋能够来到这儿，多亏了我们这位先生。谢谢谢谢，是，来，你好，谢谢，来，你好你好，哎，主持人哟，哎，大家好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光临，谢谢啊。你会说中文啊，你好、我本身就是中国人啊。中国人，您是中国人啊？嗨，这边情报有误。那个，我觉得今天很帅啊，谢谢。社长，您看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庆祝活动，我想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social 好不好？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我们的 social 呢，主要建立在就是以年轻人为主，以年轻人为主的概念。对，我们听一下这个社长的介绍，好吧？大家稍微小声一点。哎，以年轻人为主，那我想这边这是不是这一堆是不是都是你们的目标消费者？对。哎，大家以后多来这儿花钱，听到没？所以这里面也有电影院。对呀、啊。也卖很多年轻的。还有饭啊，很多很多韩国小吃在这里。还有饭吗？还有餐厅啊。待会儿还有饭。对，下面待会儿给你准备了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下面很多人都想陪着永恒一起来吃饭啊。那社长今天我想您也应该留个纪念，您和友朋，您看这个桌子上摆着两个特殊的东西，您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这个是做什么的，跟大家要不要讲一下这两坨面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不是烙饼的吧？白白的啊，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呢是以后把我们的所有的明星把他们的手印全留在这儿，嘿，然后让星光大道的手印，年轻人让歌迷们把手比试一下。哦，这意思就好像好莱坞的星光大道，所有的明星都要摁一个手印。 OK 啊、OK， 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来来来来，咱是不是得想个音乐什么之类的，或者我来一二三啊，一二三。再深一点。为什么压下去觉得那个手我想办法把这个树先生多时间留长一点啊。哇，他的手这个够深啊，我也觉得手小姐没有短的，好像很肥哦，又肥又短的感觉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印的比较长？哎，那个社长比您更肥啊，社长挣得更多啊。谢谢哎，谢谢社长，非常感谢。好，社长，我们也祝愿您说。希望收票，谢谢大家，大家配合，大家欢迎不欢迎？谢谢，非常感谢社长。
哎，还有悄悄话啊。我也祝愿搜索这个一鸣惊人，搜索一鸣惊人这样。啊，一鸣惊人啊！那个有朋友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把胡子蓄起来了呢？是要演戏吗？忘记了哈，要演戏吗？这是秘密。秘密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帅啊。帅不帅？有什么不可以？是不是？啊！真是。我出去该遭狼牙棒了，该打我了。那个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最近其实刚刚拍完一部戏，那个《魔术奇缘》跟安七炫，对，还有林心如，我们刚刚拍完一个，在戏里面大家都是魔术师，虽然变得不太好啊，可是还是要装装样子。前两天我刚看完《情爱情海》，我觉得太郁闷了。就重播又播完了。对呀，播完了，我觉得你怎么那么惨呢？你自己演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心里面很压抑？很压抑，真的。那差不多那四五个月吧，因为剧情的关系，其实几乎都没有开心过，所以每天都很闷。所以拍完以后心情不太能恢复，不太能恢复。那我不知道下一部戏会接什么呢？这是个秘密。又是个秘密。今天带了一堆秘密给我。没有了，没有。接下来我可能想要短期出国去进修一下，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调整一下未来的。去哪儿啊？问你啊。上月球，月球下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去哪里告诉我们。其实我还没有定，我要等工作停下来以后才可以安排行程。哎，那你的专辑怎么办呢？专辑已经宣传完了。已经宣传完了。对啊，可是大家想听到你的最新的。哎，我已经开始准备下明年的专辑了。已经开始了。对啊，因为在那个魔术奇缘里面其实跟安七炫有合唱主题曲啊，所以刚刚录完，明年大概可以跟大家见面。明年就可以了。对，是用韩语还是用中文？他讲中文。他很重视中国的歌迷啊。哦。所以他唱中文的词。那其实我觉得有朋友是多多宣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文化大使的作用在你们身上体现出来了。那下一首歌曲再给我们带出哪一首歌呢？好，这首歌是个小摇滚的东西，大家应该都很熟了。我知道了，小柯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好，同桌的你。同桌的你。谢谢。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。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从前总是很小心借半块想你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惨，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，我也将有我的情，我也会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这同桌的你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
感谢感谢友朋。怎么样？再来一首。很嗨啊！对啊，友朋，你看，其实我也知道你的行程很紧，接下来还会有工作。然后下面的很多歌迷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小宝栗子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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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合照，我跟他的合照。那友朋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，好甜蜜哦。好甜蜜。哦、oh, so sweet. OK. 你来决定一下下面。啊、那其实我觉得到这里，其实我们的歌友会，我们的见面会应该是告一段落了。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。谢谢。最后再给大家说几句好不好？都不让你走。我觉得有吗？其实，哎，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好不好？嘘，稍微安静一下，稍微。其实，有朋今天带了两首歌曲，这是我们可能协商好的一个规定，就唱两首歌。可是呢，我没有想到现场他觉得大家真的很热情，所以他我们只能要求，或者是有朋自愿再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。要看有没有 encore 啊。再我们再带来一首歌好。好的，这最后一首，嗯。那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今天到现场的朋友，还有今天透过大屏幕在路边看我们的朋友，嗨。然后哪首歌？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social， 希望 social 可以越做越好，这样子带给大家很多更现代的生活品质，这样。好吧，嗯。好，送上这首歌。就是那个很郁闷的那个哦、oh, 那个戏的主题歌，对，你是我的一滴泪，谢谢。最近好像又在重播一天屠龙记了，还有一滴爱情。也为一个名字崩溃，琴键上的手已弹指的美，太忘了我才对。我的往事支离破碎，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，你别急着飞。是我的一滴泪，我们是那么对的一对，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，爱情却这个样子被我浪费。你是我的一滴泪，像爱情海的那种眼泪，未来的日子色的所谓，我只要记住你的美，比什么都要珍贵。下面听得清楚吗？听得清楚吗？的名字崩溃，琴键上的手已弹指的美，该忘了才对。寂寞是鬼，我的往事支离破碎，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，你别急着飞。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，爱情却这个样子被我浪费。你是我的一滴泪，像爱情海的那种眼泪，未来的日子虽然无所谓，我只要
住你的美，比什么都要珍贵。你是我的一滴泪，像爱情海的那种眼泪，为难的日子虽然无所谓，我只要多爱你一回，但命运却不给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永恒，谢谢，拜拜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那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